大德，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介绍《华严经》进行品呢，前面呢有提到在家人的啊戒律啦，还有愿力啊，接着呢也介绍了出家人的啊这个规矩啊，还有遵守的这些啊戒律，甚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不管你是任何的身份，出家在家都可以适用的。那么来到这个整个的愿力的141条呢，我们呢介绍了啊55条了啊，就是将近一半。那后来呢，我们又介绍了去啊行乞托钵啊，碰到了一些路况啊，不管是登高或是低洼的地方啊。那这里呢，我们接着要介绍呢，就是你在路上走会碰到一些啊，尘沙啊，那早期的这个马路呢，啊，不像现在有泼柏油啊，有铺水泥什么的，以前呢都是泥土的这个地，到现在你如果到印度了，有些地方还是泥土的这个路而已啊。那第56条呢，它是讲见路多尘呐，当愿众生远离尘粪，或清净法，就是你在路上，这有车子啦，啊，或是有牛车啦、马车啦，啊，种种的啊交通工具，甚至人走过，也可能呐、啊、会扬起这个灰尘，啊，那扬起灰尘呢、啊，是空气的污染呐、啊。不过呢，也在象征着我们在日常生活有种种的大大小小的心灵的灰尘。就是烦恼啊，污垢啊。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啊环境当中啊，要如如不动啊，碰到这样的灰尘扬起，就好像我们心情的情绪烦恼业障啊。所以当愿众生呢，能够远离这些啊啊环境污染，乃至于呢啊这些业力的啊牵扯。所以呢啊，随着这个环境的啊，环保概念啊，当然是现在人比较有，我们尽量能够去保持。可是有的地方呢，它并不一定就能够如我们所愿啊，它是有环保啊，有卫生，有整洁啊，必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理想的。所以在佛教来讲啊，这个外在的环境叫做依报，我们个人这个身体叫做正报。当然啊，依报的庄严依佛。啊，决定在正报的福报智慧，可是难免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是会去一些不是我们很啊欢喜的，或是我们觉得很顺意的地方，所以要当愿众生了啊，远离这些啊纷纷扰扰啊，得到清净的法。第57条呢，他说见路无尘呐、啊，当愿众生常行大悲，其心。论则，好，那灰尘是不好啊。那如果碰到没有灰尘呢、啊，非常干净的地方呢、啊，啊，也是这样。希望众生呢、啊，其心呢、啊，都能够在正法的啊这个论则当中，好，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呢，共同一法身，啊，清净的法身佛嘛，啊，然后呢，大家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有肮脏的。有不理想的啊，当然能够远离啊，不被进转。那么清净无染的，也希望所有的众生跟我们一样，啊，都是如法的啊清净。第58条呢，若见显道，当愿众生助正法界，离诸罪难。好，那所以呢，显道就是危险的地方，啊，就会车啦。交通的混乱呐、啊，这个有时候很难讲，或是到一个治安不好的地方，那也是很危险。另外一种就是啊，狭道，啊，就是要经过的路呢，非常的狭隘。当然，你如果去登山呢，比较会碰到。可是有的地方它交通不方便，啊，或是它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啊，不是我们平常这种。啊，大大条条的这个马路，所以呢也有狭路
啊，那还有一句话叫狭路相逢啊，分外眼红啊，可能你碰到不喜欢的人又在那个狭路当中啊，啊，所以希望呢众生能够呢住在这个正的法界，好啊，然后呢离诸啊罪难，啊，所以登山也是啊，不要小看说我去爬个山没什么啊，这个都是要一些万全的准备啊，那这样子呢我们碰到的啊，业力因缘的牵扯啊，啊，也希望能够赶快的远离啊。平常做功课是很需要的啊，当然心能够保持清净，利他啊，自然而然我们改变啊，生活环境的种种的业力因缘的牵扯。有人说啊，有命要有运啊，啊，那命好运不好也不一定能够啊，命运畅通。可是呢，如何让我们的运，哎，运气好，利他，助他，哦，都是多利益众生，啊，哦，当然啊，哦，成就三宝，供养三宝，成就一切的众生呢，能够让我们呢，啊，改善我们这个业力的一个牵扯，好，哦，所以呢，希望呢，啊，哦，我们不管是修大圣啊，或修二圣，在修行上难免会碰到一些障碍了。哦，所以呢，在经典上说，不断生死而入涅槃呐，啊，正法界，啊，哦，就是你总是会碰到，但是呢，不要被他把我们呐，啊，框住，啊，哦，我们还是有办法去转变，啊，外在的环境乃至这些种种的因缘，好，哦，第59条呢，若见众会，当愿众生说甚深法，一切和合。最难的就是，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很难和合啊。那你说家人啊，难免会有磨合，可是因为家人会包容啊，会善解啊，所以就又放下。可是，在职场或是团体啊，难免会有意见不同。那佛陀啊，示现啊，僧团就是要和合的表现啊，就是让我们呢 啊持戒。然后呢，利和同均，好，就是大家呢都能够站在啊平等和谐的立场上，好，大家能够啊修行啦，解脱啦，哦，甚至啊利他。所以呢，这个愿呢，哦，不管是僧团，其实我们家庭也是，好，一个啊公司啊团体都是啊和和就是啊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处的一个目标，好，所以有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一样，好，任何的团体好，如果能够和和的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清净的解脱的目标，好，那必然这个路途啊会非常的轻松愉快，好，所以有人说三大阿僧祇劫那才能够得解脱，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好，我们常常啊勉励啊你的心当下啊，清净和合，哎，很快啊，这样这个业力呀、啊、纷扰啊，就能够放下来。好，第60条呢，若见大助，当愿众生离我真心无有愤恨。好，前面59条讲和合嘛，那第60条呢，就是如何离开愤恨。好，啊，常常我们会啊问一些菩萨们说。你们每天早上眼睛睁开哦，到晚上睡觉，你去回顾一下，你这样一天当中是高兴的事情多，还是不高兴的事情多？通常啊，大部分人都回答后面，啊，这是不舒服的事，啊，不高兴的事，啊，哎，还蛮多的。那这一条就是说，若见大柱啊，这是写柱子的柱。那有的版本写若见大树，树木的树，啊，就是它会障，刚刚讲啊灰尘啊，啊路不平啊，啊这有时候你刚好走到那边碰到一棵大树啊，或是一个什么障碍物啊，比较倒霉的就走到那边现在的大楼突然哎瓷砖掉下来啊，我突然有鸟飞过去把它的排泄物掉下来啊，这个是我们常说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只有天上掉下来的排泄物
啊，这个就是啊很难说的啊，种种的遭遇。所以啊，这边碰到大柱就形容我们生活上碰到大问题了，啊，事情大条了，啊，希望所有的众生跟我们一样离开这个纷争，啊，然后平息了我们的愤恨，啊。曾经有一位在企业界呢，啊，当个大老板，他说我也是从小职员开始做起，然后呢，本来是啊工作表现很好，到一个啊很有出路、很有愿景的一个单位了，啊，但是呢，老板看他工作很努力，就跟他又调到一个很冷门的，啊，很大家很不看好的，啊，他还是去。所以呢，其他人说你怎么那么傻？你这样一飞就冲天了，你怎么又管到那个这么冷门的单位啊？你也要去？他说，历练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宝贵的机会。那既然大家都不要去，我去，不是代表我行啊，而是我们给自己变得更优秀啊，所以不怕任何的挑战。啊，所以呢，后来呢，啊，这个人呢，又因为这个单位也处理得很好，啊，那，啊，工作表现呢，啊，也非常突出，又派到另外一个啊更往上升的一个职位。所以呢，短见的人只看到眼前，啊，我喜欢，我不喜欢；远见的人，他看到未来还有很多路可以去啊闯荡，有很多的目标可以去完成。啊，所以不要把自己设限啊，在舒适圈啊，所以现在的人就喜欢，钱多事少离家近，哎，最好躺在那边不要动，那不就完蛋了吗？啊，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不要用年龄来限制你的发展，啊，不要用啊你目前所处的单位来限制你，只有这些能耐啊，人是有无限的可能。好，61条呢，若见丛林啊，当愿众生诸天及人所应敬礼。好，丛林呢是很多树嘛。好，那在僧团里面，每一位僧人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很多出家弄在一起就好像丛林，所以丛林呢又被用在啊，哦，这个对于啊，道场啊，这些很多修行人聚会在一起的地方，啊，那这个共住呢，啊，有一个方丈，啊，那方丈呢，啊，在《维摩诘经》呢有提到，啊，这个所谓方丈，就是他住的地方一丈，啊，然后呢长宽都一样，所以叫方丈，啊，啊，古代呢，啊，方丈是选德，啊，是选德。啊，就是他有德恨，啊，啊，慢慢的有这个子孙庙，啊，以前叫丛林是大众，啊，那现在呢，有的是自己盖庙、盖道场，啊，所以呢，他的接棒人就是他自己，啊，点选的，啊，那以前是大家共推的。好，在佛教的道场当中的修行人，啊，他因为修行德恨令人怎样尊敬。所以你到了丛林当中啊，啊，就是在种种的调教、机会、学习都不要啊轻言放弃，啊，所以呢，修戒定慧，啊，成为道场的和合相，所以皈依啊，啊，皈依啊，身重中尊，啊，那身就是清净的代表，啊，六根清净才能够出家嘛，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有四肢齐全，啊，哎，这个都是啊，作为人天啊师表，所以呢啊是值得尊敬的团体，啊，那这里就是说看到这个丛林，就好像非常亲近的啊这个僧团。接着呢，62条呢，若见高山，当愿众生善根超出，无人自顶。啊，高山呐，啊，哎，崇高。啊，所以形容啊，善根啊，啊，非常的突出，哎，无人自顶，啊，所以这个就是自我的勉励，也希望众生都能够啊觉出，啊，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所以三人行呢必有五失。那这个五失当中呢，我们要去学习效法，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突出，都好像高山一样。那么《华严经》也有提到，这个殊胜的大法就好像太阳一样，照高山，照平原，照树林，那就是佛法的滋润是遍及一切众生，所以不管是高低远近都受到佛法的熏陶。那这一个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位众生呢，都不要被境所转要顺着法去修行，让自己能够出离三界的束缚。第六十三条呢，见今次数当愿众生即得剪除三毒之刺。好，那你到树林里面，当然有漂亮的花、高耸的树，也有带刺的草木嘛，是这树枝。所以呢，看到这个就好像呢，我们希望众生呢能够剪除这些荆刺，就是障碍啦，就是烦恼啦。我们最大的就是贪嗔痴三毒的刺，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就希望我们呢心里呢常常要把这个贪嗔痴的刺啊，把它剪除然后身体呢得以呢健康，然后心灵呢也得以清净，所以呢增强免疫力，又不会被细菌所侵害然后呢又可以让我们每一条路都非常的平坦康庄大道。六十四呢，是见树叶茂，当愿众生以定解脱而为因应。要看到树有的很茂盛有的枯萎有一次去人家家里，他阳台就种了很多盆栽树木但是呢，新鲜的枯萎的杂在一起。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枯萎的枝叶剪除掉？他说，哎呀，这个买的都很贵，然后枯掉我都舍不得剪。我说，你舍不得剪，这些枯叶会侵占了水分养分，反而整棵的盆景、整棵的树木花草长得不营养。你必须把那些枯枝烂叶去除了，然后呢，那些健康的枝叶才会长得好看。这样子我都舍不得，舍不得你就垃圾就留一堆一样。我们看到茂盛的当然继续去施肥浇水那已经枯萎了那已经等同垃圾，那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肥料了，继续把它埋在土里也是可以那这里就是看到枝叶茂盛可以庇应其他的花草树木呢，或是有人在下面乘凉或是小动物当在那边煮草就是希望我们有能力也能够去庇应所有的众生。六十五条，若见花开当愿众生神通等法如花开佛当然有树木代表强健，那么有花的颜色更加缤纷所以看到花开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让我们呢心开意解所以在供养当中有花供养嘛香花灯土果有花来供养代表清净，代表庄严那在一个环境的阳宅有着花的产生呢然后让整个磁场就特别的法喜跟清净所以一个住家呢如果有点花草树木了那整个的环境就特别的生气蓬勃。所以他的这一条呢就希望众生呢也能够像花一样大放开这个光明，大放的这样把你的生命还有潜力都开放出来。第六十六条，若见树花当愿众生众相如花具三十二相，就是我们说花很漂亮那佛门中都讲庄严，庄严的像三十二相
啊，三十二相是我们形容啊，啊，唯有佛的功德圆满啊，依正庄严，就是依报正报都庄严的三十二相啊，这是一个啊很清净的一个啊形容啊。那众生看到这样啊殊胜庄严，不起啊这个非分之想啊，那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呢 啊能够现象啊现出这样的相。啊，然后法相庄严啊，像华藏世界啊一样的啊，依正都能够清净无染。第六十七条呢，若见果实，当愿众生获得顺法，证菩提道。哦，我们种果树，开花结果；种蔬菜，希望蔬菜长出来；对，种稻米，希望稻米收成。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形容了，就是说你种了果树，希望你能也能够怎样有果实可以摘啊，就是花开见佛嘛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呢，如果菩萨能够善用其心呢，哎，所有的啊环境啊都能够，刚刚讲花开啊，这边又讲结果，就是都能够满我们的愿啊。那这个前提就是。善用其心啊，然后往愿力上去前进。第六十八条呢，若见大河，当愿众生得遇法流，入佛智海啊。那看到大河滚滚啊，这个长江或是滚滚啊，什么清净的什么河啊，那就这样很顺势。啊，所以呢，也希望啊，这些众生像河流，不管你是小水沟、大河流，都能够流入这样智慧的大海啊。所以深入经藏，智慧入海，形容啊。所以好像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功课、小小的布施供养，就好像小小的善、小小的支流，都能够流入哎这个佛的智慧海。接着是六十九条，若见毗则，当愿众生即悟诸佛一味之法。好，就是说，坡度啊，哎，这个坡度啊，然后呢，就是有水的地方了、啊，也能够啊聚集在那边，然后就成为沼泽。好，所以不管是一个突出的坡度，或是低洼的沼泽。那也希望众生呢，就好像呢，啊，得到啊高度就是往上了啊，那沼泽就好像积蓄了一些啊法宝啊，那也希望众生都能够得到啊这个诸法实相，哎啊，这个是啊，不管看到环境、看到树、看到水啊，都能够回向给一切众生。好，七十条呢，若见持着啊，当愿众生语业满足，巧能演说啊、哦。那刚刚是有坡度啊、哦，形容沼泽啊、哦，这个是池塘啊、哦。那就希望不管啊、哦，你碰到是高凸，那这边是特别，它是一个啊、哦、出水道啊、哦，或是一个蓄水，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活水的象征。刚刚前面那一条就是蓄在那边啊，可能就啊能够成为活水的机会不多，那就一种形容一个储蓄你的法宝。那这边呢，这个沼泽呢，就是有流动性啊，能够啊巧妙了啊，就好像我们啊这个口业口才也非常的巧妙啊，能够善说真理。啊，善说如来的正法。好，那么七十一条呢，就是若见即景，当愿众生具足辩才，演一切法。啊、哦，所以他就看到河流啦，看到沼泽啦，这边看到井水了，啊、哦，那就是说希望你也聚集了啊、哦，因为井都通常比较深呐、啊，啊、哦，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自来水，都是要找井或是。接这个山泉水啊，所以他就
这一几个的这个愿力，就是说你碰到了这些水的状况，不管是哪一种形状啊，都能够回顾到所有的众生啊，口才啦，辩才这边呢，就好像你聚集了所有的辩才啊，一个人辩才无碍是好了啊，当然是能够真的是越辩越真啊，而不是啊用嘴巴然后去污蔑人家，或是用嘴巴去。啊，用嗔恨心呢，啊，去对待众生，所以呢，这整个的啊愿力呢，啊，当然涵盖了很多，就是有戒力的成分。那无非呢，就是自利利他，啊，我们呢都能够啊去跟众生呢啊结善缘、结法缘，啊，这个是最好的。七十二条呢，啊，刚刚讲的是井水，这边是涌泉呐，哎。当愿众生方便增长善根无尽，啊，这个涌泉就一直啊喷洒出来，啊，是天然的，啊，然后呢往地上呢啊这样发挥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就当愿众生呢，啊，怎样善根哎一直喷发出来，啊福报一直喷发出来，啊，这样是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向啊这个。精进啊，是菩萨唯一的善根啊。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的期待啊，勉励啊，敬畏来记啊，无有疲厌啊。所以菩萨发心呢，哎，不用啊，说让我休息一下，我很累啊。他因为他这是利他的精神，就源源不断的啊，这个泡哎，所以呢，啊，很少啊。菩萨说，哎，今天给我休息一下，哦，他们都是，哎，勇往直前，哦，所以呢是以慈悲为本，哦，方便为门，哦，就是看如何利他，哦，所以华严经里面也有提到，哎，先以利勾牵然后入佛智，哦，你不懂讲到你懂，你需要什么样他就给你帮忙成就，然后让你呢，哎，入到这个啊解脱的啊如来大智。七十三条呢，若见桥道，当愿众生广度一切，犹如桥梁啊。所以这个愿呢，啊，形容的非常恰当啊，就是说碰到桥了，也希望我像一座桥一样，你们都来跨过、踏过，哎，从生死轮回的。啊，此岸到解脱的彼岸，哦，这个是非常的啊，哦，伟大了啊，哦，这个儒家也是啊，哦，格物致知，诚心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哦，那也是从自己个人修养到治理家庭、治理国家啊，菩萨也是啊，自利而又利他，哦，这样的一个发心。接着呢，七十四条呢，若见。流水当愿众生得善意欲洗涤祸垢，啊，就是不管您看到的是刚刚是井水啦、流水啦、河流啦、沼泽啦，只要所有的水它现在都涵盖当愿众生，啊，然后呢这些水就像法就像清洁，哎，把我们的业障烦恼都清除了，然后呢发出好的欲望，好的发心啊，然后呢，去把我们的烦恼啊，这个去除掉啊。那这个也是啊，你要诵经拜佛，至少要哎洗手啊，还有沐浴啊，我们的身体那是最好啊，至少都要把我们的身心呢、啊、弄得非常的清净啊，这样礼佛、拜佛、做功课啊，就非常的殊胜。七十五条，见修圆普，当愿众生无欲普中，云除爱草，啊，所以你看到花园啊，啊，看到草坪啊，哎，是不是都有人在修剪一样？啊，当愿众生，我们一般还没有成就的呢，还是为财色迷食睡，是不是要剪除啊？哎，就不要那样的。啊，漫无目标的啊乱长，然后呢就无谓的扩散啊，所以呢看到这样很美丽
庄严的这个花圃呢，也要怎样把它修剪的啊、哦？这枯枝败叶都把它清除啊、哦，那这样子花园就非常的美丽。那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心田嘛，就像一个花圃，也要修剪不必要的欲望啊、哦，要把它清净下来。第七十六条，见无忧林，当愿众生远离贪爱，不生忧怖。好，那无忧林呢，是刚好啦，这个印度有一个植物叫做无忧树，好，是佛陀呢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无忧树下怎样啊出生，或是发心呢 啊或是啊在那边呢、啊、彼此增长我们的道业啊，所以无忧忘忧啊，也无非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乃至于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个很美好的哈一个啊愿景呐、啊，所以当愿众生呐、啊、不生怎样忧怖。现在的人啊、哦、有很多的烦恼啊、哦，有的烦恼功课不好啦，有烦恼生意不好啦，有的烦恼这个进账不多啦啊，其实哈、哦、我们都建议啊、哦、轻重缓急啊、哦，还有公私分明。啊，做适度的调配。那前面有提到这个五欲仆中，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难免会有要这个那个，但是你如果一样一样的切割，一样一样的面对，就一样一样的解决啊。所以众生会烦恼啊，通常我们都建议就切割。那因为他没有把它切割，就整团呐、啊，哎，公私还有亲疏远近凑在一起，就一个疑团，那也是一个烦恼团啊、哦。一样，有人吃饭团，你也是要一口一口的吃，不可能整团就饭团塞到嘴巴。所以这个愿就是希望我们呢、啊，啊、哦，能够哎远离这些贪爱啊、哦。我们是贪爱为本，所以滋长很多的啊、哦、烦恼，所以切割。去除不必要的贪爱，啊，然后呢，哎，行有余力，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事情没那么严重，啊啊，我需要的并不多，啊，都是想要比较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呢，从外在的环境给我们一些提醒。七十七条，若见缘愿，当愿众生勤修诸恨。啊，去佛菩提，啊，刚刚就是，啊，草原啊，平地啦、啊，啊，这个呢，就是说，好像我们的住家，或是你到一个啊场合，就是刚刚是比较属于啊野外的环境，啊，那现在就属于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啊，那也是把它形容是我们在修道，修我们的心田，哎，心田不长无名草嘛。就要慢慢的啊去除啊这些啊贪嗔痴啊，那勤修戒定慧啊，所以呢由这样的啊修行，然后去入佛的菩提啊觉悟呢，那也就是佛陀呢当初啊这个让这些修行者啊树下一宿啦，日中一时呢，就是要我们讲。把这个欲望放在最低，啊，那因为经济的繁荣啊，交通的方便，所以我们就累积不少的啊欲望，然后产生了很多的烦恼，啊，这个就是回归啊，回归到啊清净的本来。好，接着呢，七十八条，见缘世人当愿众生三十二相，以为缘好，啊，缘呢就是庄严。啊、哦，我们佛教比较少说，好、啊，你好漂亮哦，啊，你好美丽哈、哦，都是用庄严好看，就是没有那种沾染，好、哦、执着，所以都用庄严啊、哦，法相庄严啊、哦，万德庄严啊、哦，那所以看到这种长得啊、庄严的人啊、哦，也当愿众生啊、哦，像佛陀一样啊、哦，不但是好看，而且健康啊、哦，而且呢。都广结善缘啊，所以修财、修法、
修无畏啊，财师、法师、无畏师，然后就会得到庄严相啊。那人呢，除了长得庄严，还要健康啦、啊，啊，然后呢还要长寿啊，这个就是一般呢、啊、哦、啊、世俗上的一个啊好的勉励啊。那所以希望啊我们见到啊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啊展现好言好语啊，那好的彼此对待啊，所以不用羡慕啊。啊，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人去整形了、啊，这个就是对你的啊原生的这样的啊体态容貌啊没有信心啊，才需要去啊美容啊，这个再加工啊。啊，其实有信心啊，怀有一颗慈悲利他的心呢、啊，就是最庄严的。七十九条呢，见无五言事，当愿众生舍诸嗜好，具头陀行。啊，他长得好看，啊，服装得宜，可是有的人未必啊。他虽然啊健康啊朴实，哎，也是没有很多的装饰品。那我们也要这样的众生怎样具头陀行？头陀就是苦行啊。就是他不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啊来装饰自己啊，外在的东西来的堆垒自己啊，啊，这个就是一餐一食都过得非常的平静啊安详啊。所以真正啊美食啊不是说山珍海味，然后吃的满桌都是啊美食啊，健康营养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心情。心情好，吃什么东西都很香甜。心情不好，各位如果看演戏啦、啊、电影，对不对？他不高兴了，整桌的山珍海味都把它翻掉，那反而造成其他的人啊，要更多的时间来收拾这些啊残局哦。所以一个人的愤怒啊，还有一些啊。对于情绪的纠葛啊，反而会造成啊家人啊朋友啊哦，会为我们善后人啊更多的工作量哦。所以心情好啊，比任何的化妆品都好啊。第八十条呢，见乐着人啊，当愿众生以法自娱，欢爱不舍啊，就是大家见面啊很高兴啊。别来无恙，那因为我们也没仇恨啊，所以不可能啊、哦、有什么不愉悦的表情动作、哦、啊当然就是一般人啊，仇人敌人那是另当别论，不在话下啊。这边就是我们碰到的平常的，希望怎样都能够很和气的，刚刚有和和嘛，和气啊、哦、然后呢以法相与，就是用法来互相勉励啊，互相在法上精进，哎，而不是吃喝玩乐啊，或是做一些太纵欲的这些啊开销啊，这个就是又回归了啊，以法自娱啊，然后呢，欢爱不舍啊，就是不要去执着那些不对的事情。八十一条呢，啊，见无乐着。但愿众生有为世中心无所乐、哦、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啊，大家见面欢喜嘛、哦、那平淡啊，或是彼此有共同的嗜好大家分享，然后又把它升华到以法哎互相勉励。那这一条呢就提到说，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执着的，然后呢这里就是希望我们怎样心无所着、哎、前面是因为你有喜欢什么，可能你喜欢、苹果，可能你喜欢打球，可能你喜欢有一个喜欢啊。这边呢刚好就说你如果没有这些啊，然后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内心呢无有是非，没有是非啊、哦！天下最快乐、最轻松，就无是人了。
哎，所以佛陀是无世人啊，然后呢没有烦恼啊，所以才叫涅槃，才叫极境啊。那这一条呢，刚好你没有任何执着，那么通通啊回归无为法，清净无染啊。所以在这个清净无染当中，你要修任何的法门，那就跟法很快很快就相应啊。所以这几条呢，从环境，然后到我们内在的修为，好，所以这个是啊，以法治愚，就是用法来啊娱乐我们，然后以法又来回向给众生。下面一条呢，就是见欢乐人，当愿众生常得安乐，乐供养佛。好，那些他自己，因为生活起居，或是他自己啊有什么嗜好，或是他事业做得很成功，或是他赚了很多钱，很高兴的人怎么办？哎，也希望所有的众生事事如意，对不对？啊，我们有那种过年的贺年卡啊，画了几颗柿子啊，就形容事事如意。那这里呢，除了事事如意，还要法喜充满。哦，因为碰到外在的事项啊，很满意啊，很高兴。那回归呢，我们从学佛的受用要欢喜心啊，所以法喜充满就是这样啊，而不是说我们因为赚到钱，我们当了官那个高兴而已，而要呢在法上能够真上啊，所以真正的娱乐啊，真正的快乐啊，其实是心灵上的充足啦啊，跟丰富啊。那所以你回到孔子他们啊，赞叹这个颜回啊，哎，一瓢食一瓢饮，也非常高兴啊。他物质条件很少，但是他在学问上真上啊，所以这个也得到呢他的老师的啊夸奖。所以呢，佛陀乃世界上乃法界上最富贵啊，那个智慧的人，所以对众生的这些的供养啊，对众生这样的啊聪明才智啊，都给予肯定跟赞叹，但是不要执着。而我们相对的这些众生拥有这些呢，也把这些回向给众生，也把这些呢供养给佛啊，所以佛是不需要，但是是我们的供养心，我们的恭敬心啊，所以清净啊，平等啊，生佛不恶，生就是众生，佛就是佛陀，生佛不恶。接着83条，哎，见苦恼人，当愿众生获根本智啊，灭除众苦。相信这一条是很重要，高兴大家可以，对不对？啊，转念呐、啊，离开现场啦、啊，啊，为了自己吃一个美食啦、啊，啊，或是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啊，人生是不如意十常八九啊，哎，总是会碰到不高兴的事或是苦恼。所以这一条呢，碰到苦恼，哦，有烦恼的人，怎样？希望他能够得到智慧，去去除他种种的痛苦，对不对？啊，当然贫穷人，你不是说我钱给他就好了，解决问题。所以有那句话嘛，啊，你送鱼给他，你不如教他如何捕鱼；你送钱给他，你不如教他如何赚钱；你解决他的事情啊，你不如教他的方法如何解决，以后如果碰到同样的事情，他还是可以解决，而不是只有烦恼啊。所以我们常说，烦恼不能解决问题啊，唯有智慧啊。那智慧呢，就是你看清楚啊，推到源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痛苦烦恼啊？你把这个源头抓出来，就像一个人啊，这个生病了啊，或是长疮了啊，那你要如何去处理啊？是感染啊，还是本身病菌啊，或是环境所使啊？所以要把了解的话去处理
就像疫情啊，能够避免我们就避免啊，这个不良的环境，能够打预防针我们就打预防针啊，那避免接触我们就避免接触啊，所以各个的方式呢都能够去防护啊，所以必然就会得到好的效果啊。那慢慢的从了解环境、自我防护、自我尊重，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所以，当你有问题解决了之后，这边就是当愿众生，得到什么智？根本智，根本智就是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那我们一般的人啊，解决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这些问题啊，也是怎样？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得到清安呐 然后最好就是得到根本智，就信住行回地，实信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身闻缘觉菩萨佛啊，所以一直往深度上去耕耘啊，而不是表象上的。众生开始学佛当然都是表象的啦，无病痛啦，然后赚大钱啦，慢慢的希望从智慧上去下手。84条，见无病人当愿众生入真实慧，永无病恼，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这个维摩诘居士说，众生有病我有病，我哪有病？是你才有病啊，那这里提到说没有病的人，没有病痛烦恼啦，都涵盖，也当愿众生呢，能够得到真实的智慧，没有病痛来锁恼，当然，这个病痛是很讨厌的，还有呢，种种的，刚刚讲大树啦，大烦恼啦，还有呢，碰到挫折，都能够没有这些的烦恼，所以什么叫涅槃？就远离世间的苦恼，然后呢得到出世间的法喜，然后呢又能够不要去接触到这些业障烦恼的因缘就是绝缘怎样绝缘？我们要发那个心，不要跟是非对错交涉，那这个问题就解决很多再来呢要智慧开要打开我们的心胸用法用真理来处理所以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慈悲心就永远不断再来最后得金刚智就像金刚钻石一样解决所有的业障烦恼阿弥陀佛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不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
新逢晒经节，明净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时间7月11日星期四下午1点半，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启建观音祈福法会，恭送大乘妙法莲华经，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佛前大供，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7月20日星期六至7月21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有时候因跟果有矛盾的，有冲突的，说因我现在的种的因，现在修行能可以把我过去的做的错误的事情感的果能转变不能转变呢？若能转变，那就因果没有了，过去做的因，现在我今生转变了，不去受果了，因果就不存在了。能这样子吗？如果假使我信了三宝，三宝加斯利、礼佛、拜忏或者诵经，不能转变因果，那我信三宝也没用处啊。我信佛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个矛盾啊。如果把因果转变了，因果论不存在，过去做的因不受了，因果那个果就还不成了。如果不能转变，我们兢兢业业地学佛，把世间的享受都放下，那也没有意义了，我做它干什么呢？在这个矛盾当中如何解释？我们有的道友或者信佛好多年了，完了还有苦难，还有不顺心的事儿吧，还有些烦恼，自己感觉着佛菩萨没加持，没有感应，退失道心，这样的有，是因为你自己努力不够。在古德当中啊，都有因果跟这个感应有个比方比喻啊，说若二水相投，说一个烧开的滚水，一个凉水，两个对到一起，如果你开水滚水多，热水多，冷水少，冷水也变了热水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业没有我们现在做的善业的力量大。说你信三宝，你修行力量的力量大，就是热水多冷水少，那你把那个业呀也转化了，冷变为热。那古德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说我们对于业能转不能转，你转得了不？那转的意思是含义呢，说假使说我过去杀了一个人，那这时候要还他的报，他找上我了，那我现在修行的力量大，
修行力量大，能可以转变，使他在痛苦当中得解脱，或者他转入果道，转入天道，转入其他的道，来找到我报复，那我修行这个力量啊，超过他那个的力量，同时他也得到好处了，转变了，他就得了善了，他就不找你报了。无论什么因什么果，都靠你自己的现在的力量。说你信三宝力量强，修行力得很勇猛，不但你自己得度，把你那些冤家说欠他们的债都还完了，把他也得度了，当然就不受报了。如果有人遭遇逆境，如果我们帮助他，是否他业障会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例如我们有些个助念团，助念团，道友自己结合嘛，某一位道友走了，就是他死了，我大家去给他助念去。因为当你助念的时候，你心里不至诚，胡思乱想，那个冤结会找到你的身上。我在纽腰，在纽腰的时候，而助念团就有一个，他帮人家助念去了，回来他就疯疯癫癫的，那个死人的冤业找到他身上了，大家就帮他念佛消业障，他后来好了，好了。这种转业的时候经常有，但是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不要在那儿起贪嗔痴念。你死贪嗔痴念呢，他那个业，他那个报复，他没报复到，就找到你身上来了。等你心不清净，那就靠三宝加持力呀，转动转不动，看你的力量大，还是你那个业来的力量大。如果你的转动的业力大，这个业是善业啊，你那个恶业啊，会让你善业把它降服。冤家，而找你还债的人，那得看你的因缘。如果你在念佛，或者给帮助他，你虽然消业障，是帮助你那个债主冤亲债主，他得度了，他还来找你麻烦吗？他就不找你麻烦了。那就看你修行力量，如果是找上你，你顶好大气，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念经大乘经典，能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